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野猪野猪野猪，小心点小心点，别死了别死了，小心啊！我操，把我打下，我被秒了！再打再打再打，我在射。我操！朱大，你为什么这么怂？我们都在打，你在爬墙。我极低啊！我看他是，我也被秒了。我看他要拱我呀！哇，才被秒了！我操！我的阿妹都被秒了，阿妹被秒被秒了。我极低，我打不了，我在刷级。我阿妹的装备不错嘛。啊，装备不错的一下被秒。所以说，他把我秒他怎么办？回家回家了。不会吧，我在这个地方。回家回家。洗手村。我操。你就应该学手打刀。你在新手村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子，你这个游戏，你就比如说，我们跑了一个小时，我们才跑了这个一半的地图，才跑了一半，我们是直线啊，还没跑到家。你得一个人，然后路上打很多很多怪，然后估计要四五个小时才能找到我们阿妹的。你只要死一次，要四五个小时找到我们。把他装备拿了吧，毕了毕，装备拿了吧。毕了毕去接吧，毕了毕路上，我操，毕了毕接妹子去吧，好吧。